就是说想要这样的笔几套的什么样子的，我不给你这个就自己粘是吧？回去就自己粘是吧？不用粘啊，不用粘，就直接装上去就好了。不用粘，装上去就好了，而且很稳固了。我这边有一个地方专门的，我就差不多了，我就可以走路了。来，要狮子啊，行。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子，哎，大哥，我帮你挑了这个是易水燕，易水燕的品档次也不错，但是呢，这个呢没有，就是说不如这个别的那么好的。对的，不能跟端砚色砚比。我有块端砚呢。对啊，你那块很好。我那块很好啊，那个端砚那块很好，是也携带方便。你要觉得展览呢？展览比较好的哈，你干脆你到那个国内买一块端砚比较好的。挺不错。这不是石头，这是石头。对了，石头，看一下。石头。易水燕嘛。哎 ，Robert， 对方多少钱？哪个？对方。这个要15块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蛮不错，价钱也。这个把东西准备要走的话，哎，那你什么时候回去的？这不能抹啊。磨一样啊，就可以磨，就这儿粘。这叫多少钱？石修吧，是不是？还是貔貅？貔貅啊，龙的儿子啊。那个龙的儿子，大哥，这种不是坏，就玉，这不是坏。哪个？这种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玉哈，它就是一种石头。你看到这里边了，有黑的，有那什么的，它那个天然的石头，你知道吧？造型的这个那什么？那我。这个天然的。对，所以他有人啊就要这个有点这个。你帮我看看这只我还觉得可以，但是他嘴巴是不是坏掉了？没有没有，水的。我现在都拿一个小